话很多的。对啊，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在状况外，他这一输，下单元会被陈哥揍嘞。哇，有这回事？好好讲。其实也没那么夸张，其实苏荣上个礼拜就出院了，是不是？康复的很快就对了。对啊，你看揍到手，陈哥手都痛了。你先说，菜你都吃过吗？这几道？那个西兰花。炒带子，那个水可以拿水，对，广东菜，也算是蛮有名气的一道菜。所以带子要先过油，来喽，很多种做法，对，有的也直接放下去炒，有的有先煎过，有些烫的，对，都有，对。不过有油锅就要好好利用，是真的。学府，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一个单元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现在就是在震惊当中。对，你看他们都没办法讲话。对，而且他们动作很快。在拼速度的，这个单元不是开玩笑的。没错，你看苏荣都没讲话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。平常他话很多的。对啊。他怎么了？没事，在状况外，他这一输，下单元会被陈哥揍的。哇，有这回事？好好讲。其实也没那么夸张，其实苏荣上个礼拜就出院了，是不是？康复的很快就对了。对啊，你看揍到手，陈哥手都痛了。要不要吃油锅？油锅不行不行，油锅这样哦，你要过中卷，油锅很高。要，两边策略不太一样哦。对，一边先炒汤的底，一边先把食材都先做好，然后再来做组装。对，我觉得水浒真的有被惊讶到了，有，因为我刚刚在想那个这一转眼的功夫，怎么那颗洋葱都不洋葱了？对啊，就一下子这边刀工也不差。对啊，好在你没有下去做。真的，我一定切到手哎。来，我来。你们这个，所以这个没有基本底子来参加这个单元很辛苦。来啊，对，要拼速度的。对，来，你这个 X 酱素其实在里面也不简单啊，而且不讲话，对啊，辣椒太认真了，这血脉喷张哎，这个跟苏荣的刀工真的很厉害。我最近看那个亡命关头时啊，我觉得不输这个刺激程度哦，哇，这么刺激啊，真的非常刺激哦。苏荣也很会做菜是不是？苏荣很会做菜，啊，什么东西？你看他都没在听，来这个来，今天的两个助手刚好都是左撇子，所以都不会打结呢。对，对，分开来，有没有？两边都不会卡在一起，放下就直接错开。对啊，这个时候就高高高高高，非常高。哦，这边的反正小就好了。中举，变魔法，后退后退。哇，看一下吗 ？Magic， 没有，你要炒稀那个袋子啊。真的只有有经验的厨师才敢这样。中举拨开，而且超人哪会？它的油温要拿捏得宜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它把它炸得有点点斑驳状，所以就沾了水再下来炸，很像美式炸鸡。丢过来就马上炸王就会接手。这边速度也很快，稳稳的，我们去看隔壁。好的。